节目，我开心一下啊！老公节目，我今仔日呢，这位是咱的请主当处长特别邀请来到咱的现场，因为今天吼，对着咱怀念的今天呢，认可不到安尼啦吼，连咱的群主内底，大家都在赞扬一个绣花针哦，老花哥呢，大雕都会响安尼啦吼，咱的请主当处长在交代，今仔日呢要献唱的咱怀念的今天，要来分享给咱现场所有的嘉宾，啊，今天我拿我头家。小姐，人啊，会晓唱就一一来甲你做奉上，安尼感谢你，谢谢。继续过来安排阮的歌曲。哎呦，最近感情有受着创伤哦。